借力闪他，足以把他闪到墙边。看好我这个动作，上下一闪，闪过来以后一脚踹过去，闪，放松。然后他往回拉的时候，咱们搭他的小臂，迅速转身一个过肩摔。实战给大家来一次，过肩摔。啥时候还钱了啊？捡回来去。当对方武器打过来的时候，顺势躲闪，拉住对方的脖子，提起 KO 一下门空，两下。来，现在来遍实战，打我。丛中盛开着红的花。好，这个时候你看没有，当他这个掌心到了我这个面门的时候，用右手攥住他的四指，然后看他的腋下亮出来的，这时候用左手攻击他腋窝，腋窝就直接破解了。有功用，你干嘛呢？